客户买的小马驹儿，赶马上车。走，前头见。哎呀，好，六米八，装了一头海拉尔的小马驹儿。哦，这一车啊，这是气氛券了，不到9块钱一斤啊，就给我上了。内阳生肉卷市场，今天是11月2号，今天小马驹走货量又是非常大，刚刚装的小马驹啊，这边又客户买的小马驹，这是庆卷买的，也是养殖户买的啊，一共是41匹，已经装了一车4米2了，又装一车6米8。这车是庆卷买的，不到9块钱一斤。好了，一车6米2装一车小马驹出发。